Hello，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管理账号，设置管理 YouTube 通知，借助 YouTube 通知，当您喜欢的频道上传了新视频，以及这些频道和其他内容有新动态时，您就会及时知晓。我们会向您发送您订阅的频道的相关通知，也可能会根据您的兴趣发送通知。要更改通知设置或将其完全关闭，请按照下面的说明执行操作。注意，通知设置可能因设备而略有不同。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帮助频道，了解最新动态和提示，并获取帮助。通知和订阅内容 Feed 的区别，您可以通过订阅内容 Feed 在移动设备和计算机上均有提供，查看您订阅的频道近期上传的所有视频。借助通知，当您订阅的频道上传了新视频，以及这些频道有新动态时，您就会及时知晓。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推送通知在移动设备上，或收件箱通知在计算机上告知您。订阅某个频道后，您会自动收到个性化通知以及活动集锦。要接收某个已订阅频道的所有通知，请点按通知铃图标，这个铃铛图标将改为振铃图标，表示您已选择接收所有通知。如果频道的观众群设置为面向儿童，您将不会收到该频道的通知。此外，通知铃将被设置为不接收任何通知，您将无法更改此设置。频道订阅旁边的通知铃有何含义？个性化通知，默认不接收任何通知，接收所有通知。如果您订阅了观众群设置为面向儿童的视频或频道，您的通知铃将自动设置为不接收任何通知并灰显。计算机 Android 设备 iPhone 和 iPad， 更多准备工作，确保您已登录到正确的账号。您可以在此处查看您的 YouTube 账号设置，登录 YouTube， 在屏幕顶部点击您的个人资料照片，点击设置，点击通知，了解特定频道的动态。订阅某个频道后，您会自动收到关于其重要动态的通知，所有新视频都将出现在订阅内容 Feed 中。您可以更改通知设置，以便在该频道每次发布内容时都收到通知，或者彻底停止接收通知。订阅频道即可接收关于其动态的通知。进入频道页或观看页面，如果尚未订阅，请点击订阅。订阅某个频道后，您会自动收到个性化通知，点击通知铃铛图标，可在接收所有通知和个性化通知之间切换。所有通知，您将收到所有上传和直播活动的通知。个性化通知，您将收到部分上传和直播活动的通知。个性化的具体实施因用户而异， YouTube 会根据多种因素来决定何时向您发送通知。这些因素包括您的观看记录，您观看某些频道的频率，某些视频的热门程度，以及您打开通知的频率。如果您在退订某个频道后又重新订阅，您的通知设置就会重置为偶尔状态。如果您希望在每次有内容上传时都收到通知，请务必要设为接收所有通知，查看通知。现在您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查看和接收通知，在任意浏览器中打开 YouTube， 在页面顶部点击通知铃铛图标来查看通知，选择您感兴趣的通知并查看相应的视频或评论。
您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在收件箱中管理您的通知，点击该通知旁边的更多图标，点击隐藏此通知，停止接收来自频道名称的所有通知或停止接收通知类型动态，选择要接收的通知类型。您可以控制从 YouTube 接收的通知类型和通知接收方式。登录 YouTube， 转到通知设置，在页面的不同部分中选择您想要接收的通知。电子邮件动态，如果希望接收不接收相关提示和时下流行视频方面的动态，可选中取消，选中相应的复选框。频道订阅，如果希望接收不接收所订阅频道的最新动态或频道推荐，可选中取消，选中相应的复选框。通知方式，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您要通过移动设备还是电子邮件接收订阅通知。其他通知，推荐视频，根据您观看的内容向您推荐您可能喜欢的视频的通知。我的视频或频道上的活动与您的频道或视频的评论和其他活动相关的通知，与我的评论有关的活动，您的评论背景被置顶或获得红心时，您会收到通知。对我的评论的回复，当有人回复了您的评论时，您会收到通知。其他频道上的活动，偶尔会收到的关于您的内容被分享到其他频道的通知，提及其他人提及您的频道时，您会收到通知。您还可以在通知页面底部更改有关评论和回复的电子邮件接收设置，管理 Google Chrome 通知。如果您用的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则可以选择是否接收 YouTube 通知。若开启通知功能，当您订阅的频道有新动态时，您就会在浏览器中收到相关的弹出式通知。登录 YouTube， 转到通知设置，在桌面通知下点击 Chrome 旁边的按钮以开启或关闭通知功能。如果未看到桌面通知选项，可能是因为您的 Chrome 浏览器阻止了通知。要取消对通知的阻止，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点击 Chrome 搜索栏上的挂锁图标，点击网站设置，转到权限部分中的通知，点击向下箭头，然后选择在此网站上始终允许。通知和订阅内容 Feed 的区别，您可以通过订阅内容 Feed 在移动设备和计算机上均有提供，查看您订阅的频道近期上传的所有视频。借助通知，当您订阅的频道上传了新视频，以及这些频道有新动态时，您就会及时知晓。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推送通知在移动设备上，或收件箱通知在计算机上告知您。订阅某个频道后，您会自动收到个性化通知以及活动集锦。要接收某个已订阅频道的所有通知，请点按通知铃图标，这个铃铛图标将改为振铃图标，表示您已选择接收所有通知。如果频道的观众群设置为面向儿童，您将不会收到该频道的通知。此外，通知铃将被设置为不接收任何通知，您将无法更改此设置。